单线人的球馆座无虚席，足可以看出麦迪的影响力。见惯了大场面的麦迪也被球迷的热情感染，扭着自己的小蛮腰忘情地跳起舞来。比赛开始后，双方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。红星队1.70米的小个控卫加德纳十分活跃，他的几次突破上篮赢得球迷阵阵喝彩声。首节比赛，明星队27-19领先同曦队，麦迪得到4分。第二节落后的同曦队派出双外援，比分一度被迫近。麦迪在第二节还剩下5分半中再次披挂上阵，他用标志性的后仰跳投和干拔3分连拿5分，稳住局势。明星队以55-38领先结束上半场。第三节，麦迪继续发威，单节得到8分，明星队领先优势越来越大。第四节后半段，麦迪再度登场，并将比赛变成了自己的表演时间。连续2次投篮命中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，最终带着全场最高的23分和一场大胜，结束了星化战的比赛。前 CBA 球星李准森得到18分，加德纳得到18分。7月10号，麦迪明星队将移师赣州，与浙江广厦队交手。乐视体育届时也将在现场为您带来精彩报道，敬请关注。